你好，去搁啥地方？脚咋了，师傅？啊，就在休息是吧？啊。捅的不彻底，划死了就是。啊。刚刚说这里老板呢？这是？我说老板呢？在抠脚呢。哎呀！你在柜子上面？啊？你在柜子呢？就王健那块儿的。啊。啊，我这耳朵嗯进水了似的。得劲儿啊！你呢？燕儿啊！行李拿了吗？嗯，没在，燕儿给你掏。啊。哎，不，这耳朵烫了。是。这是啊。那就上来，是不是？啊，上不上？嗯，上OK， 刚给你这儿的啊。